他跑我家里干嘛？就在他家蹲着，这小子肯定会回家的，我就不信他不回。我回来了，但他没想到我从他后面回来的。这门铃不能按，按了就嗝屁。放上压力板，他进来直接传送走。外面远处还有个按钮，不过得用弓箭触发。跳上来，趁他还没找过来，在这玩一会我的世界。小子，你完了，刚才去这门后看一下。不慌，我怎么没子弹？刚才居然没子弹，都要怪这小子，要不是他，我肯定不会这样。那有个按钮，用弓箭触发一下。过来了，这是哪？这还有一个按钮，先过去按了。哦，那也是个按钮，没想到去趟密室的路这么麻烦。都在这玩这么久了，也该走了。拐角这里有个陷阱，不过待会儿这房子就关灯了，到时候黑压压的一片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吓我一大跳，我马上就要从这出去了。这箱子是个陷阱，开了就嗝屁了，我这就逃跑了。离这不远还有个动物园，我正好可以先去那里躲着。原来这里可以上阁楼，太好了，压一下拉杆。谁？谁把灯给关了？原来又是小子搞的鬼。要是让我逮着你，看我不把你十层皮给扒了。这地方有个箱子，看起来像是个假的，不开就对了。这有路，那他小子肯定是从这出去的。这里就是动物园了。这下他应该不会追上来了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先去树上躲着。这上面还有个树屋，是我小时候建的。我还听到了大傻春的叫声，看样子他应该在上面那一层。果然发现你了，大傻春。多年没见，你看起来还是这么傻。我感觉这树洞待着还是不安全。这把枪打猎可真好用，要是让我找着这小子，我一枪给他送走。这里看上去像是动物园，这有棵大树，我感觉他小子在上面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去看一下。这层没人，去上面那一层。哦，这不是他同学大傻春吗？听说你想家了。就这还不感谢我，小子呢？真是奇了个怪。我还是尽快去密室里躲着，太吓人了，真可怕。我的密室就这火把门下面，进去。我好像没看走眼，小子在里面。小子，你干什么？ Later， 你给我等着吧。再见，我这就回家了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回来找你报仇的。真吓人，我还是先跑吧。我在这使个美人计，他肯定会上钩的。我走这里去密室。Later， 放个石头在这，等他来了直接被推下去。我就在这先玩一会我的世界。我还是追着这小子过来了。救我。好。肯定又是小子使的美人计，我才不会上当。这怎么有个密道？我想起来了，上次在这被他坑过，还想让我中计，不可能。你在看什么？狗。给我等着。马上过去。哈哈，果然嗝屁了，这个拉杆不能拉，是个陷阱。密室在这里，脚下地毯全都是陷阱，他一旦过来我就把石头挖了，然后他直接掉进去。可恶，这小子又捉弄我。拉一下这。嗯，这什么鬼地方？太阳。那上面那个是啥？我去，我不会被传送到太平间了吧？好小子，真有你的。不对，再这么待下去我肯定得死。下面那好像是云。还真是云。这有个洞，下去。小子，
怎么回事？没想到吧，你就在那下面待着吧。你找死，我现在就过去把你。什么？我听着呢，不想说就算了。前面那有个按钮，是个陷阱，密室在这。这是我在附近最后一个密室了，按后面的按钮我就可以出去。小子呢？跑哪去了？先去前面那看一下。按了，没反应啊。进来看看。你看看你那个熊样。逮到你了吧？电脑也给你没收了。Later。好啊。我错了，我给你跪下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不可能，这笼子是特制的，你根本出不去。呜呜呜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后悔也没用。他现在走了，趁着这个机会赶快跑路。哦。看看上面可以出去，扔珍珠。出来了，赶快收拾电脑跑路。还好这附近有我 N 年前做的密室。前面这有一个地方是密室入口，这是陷阱，密室入口在这儿。他待会也会下来的，在这堵一个石头，等他来了给他修脚，在这先玩一会我的世界。人呢？去买了个猪排回来，人没了。肯定又跑到密室了，给我等着，小子。这有个按钮，那里是个活板门。先按一下按钮。这下面应该是密室了，过去按一下按钮。还好我暂停按得快。可恶，又回到这熟悉的末地了。离这么远根本打不死，我还是赶紧回。小子肯定在这里。小子，这次。这还不嗝屁。小子，赶快帮我把火扑灭，不然我立马给你电脑。咋？我还是跑路了。哎，那不是清华吗？他的枪捡了。小子。清华，看我手上拿的什么。我错了。我去，掉在地上居然被他小子给捡到了。不过还好我跑得快，回家里把箱子里的加特林拿出来。今天我要让这小子好看。咋跑那么快？该不会是吃激素了吧？肯定是因为害怕了，那这下他肯定不敢过来了。给我等着吧，现在就过去找你麻烦了。哎，这小子人上哪里去了？我感觉不太妙，刚才有枪声，肯定是清华过来找我麻烦了。不过还好我这密室有给他留的陷阱，这个地方我留了两个陷阱，上面这两个按钮都不能按。我去下面把这个水给替换成岩浆，他肯定以为这里是陷阱，这下他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我，先玩一会。终于是让我找到这小子的密室了，过去看一下。哦，是个按钮，过去触发一下。我去，怎么回事？早知道我刚才就走这里了，这上面有按钮，还是两个，随便按一个。这地方看着好眼熟，可恶，又把我给送到天上去了。前面那还有两个按钮，其中一个已经被触发了。按这个，按这个。他都死那么多次了，也该发现这里了。那按钮是陷阱，这个洞下面有水，不过水下是密室，这里才是我的密道。前方尽头是我准备的陷阱，这个地毯也是，下面是埋的 TNT， 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，这才是密室入口。下去。上来了，把这里给堵上，再放一个压力板，到时候激活着的 TNT， 可以在这先玩一会游戏了。好他个臭小子，陷阱还准备的挺齐全。有两条路，看来有一条路肯定是陷阱。这个洞下面是水，走。前面那有个按钮，还是那里等等。这。好啊，
原来这小子还准备了陷阱，直接跳过去得了。可恶，居然被屏障挡下来了。炸弹，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。我去，诚心让我单挑末影龙，小子故意的吧？不过区区一个末影龙还是轻轻松松的。我该走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扇大铁门砸开了，就冒出来一群苦力怕，而且前面的还有我送他的大钻石，他应该会感谢我的。把这给堵上，我就顺利回家去了。看来只能去这下面。好啊，果然不给我留余地，给我等着吧，小子。这还有个大铁门，不过没钥匙，幸好带了稿子。我终于还是过来了，有个钻石矿，把它给挖了。这人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先过去看看。喂，我搜购武器的，三组钻石搜购一件武器。三组钻石，看样子清华不在附近，那这把武器就卖给你了。好啊，巷子里的钻石归你了。好了，把枪给我吧。想得美。Later。 大老远就听到枪声了，站住，别跑。不跑才怪。人呢？清华怎么没跟上来？算了，反正他迟早会跟来的。前面那地方也是我布置的陷阱，这是一个矿坑，里面还有我放的苦力怕，这个按钮不能按，按了就嗝屁。我走这里，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了。等一下，这不太安全。从这里出去。出来了，把出口这个石头挖了，它直接弹射到月球，玩一会游戏。还好回去拿了水桶，今天就是小子的末日了。来这看一下，是个通道，先过去看看。是个矿洞。这里有个按钮，小子应该是按它出去了。那里是岩浆，我才不去呢。按下。原来这有通道。我去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刚才看见他出来了。哈哈，他果然嗝屁了，这不是刚才那个人吗？来找我麻烦了，还好附近有我的密室。看，他追来了。别追了，我错了。把枪还给我。不给，再见。他不敢下来，敢下来我就让他知道什么是残忍。这个洞下面是个假密室，里面可有陷阱等着清华。我走这里，这有个地毯，地毯下面有我埋的宝藏。过来把这压力板拆了，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了。这次我拿了末影珍珠，刚才可让这小子给我坑惨了。那里有个门，先过去看看。是个洞，里面应该是小子的密室。果然有一幅画，旁边还有个洞。我去，裤子给我粘掉了，有个按钮，下面应该是个陷阱。还好我没提。把画拆了，是个通道，过去。有地毯，说不定小子就在下面藏着。哈哈，看来他又嗝屁了。前面那里还有我给他准备的陷阱，看似是密道，实则是陷阱。我就从这回去了。压力板应该是放这的，果然开了。这次我不会放过这小子。这怎么还有一头吊着的猪？先不管，看这里是密道。我还是躲进密室了。
没想到他来的还是那么快，还好我这里有陷阱，那是给清华准备的密室，按下。他待会也会过来，把这挖了装上岩浆，来了就请他泡温泉。我现在就先回家，进门后也有一个陷阱，清华不知道。嘿嘿，他来了肯定会掉下去，这里应该安全了，玩一会我的世界。应该是放在这的。开了，这有一幅画，有个密道过去。陷阱。去按一下前面的按钮。附近是小子家，那他肯定跑家里了。进去。他来了，我得赶快跑。前面这有个小破房，里面是陷阱，是留给清华的。我去这岩浆里，里面是密室。我就不信这下他还能抓到我，灭一下火。前面有屏障，所以要从岩浆里面走。过来了，现在上去。把这给堵上，他肯定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。这窗户怎么被破了？这小子肯定是跑出去了。前面有个小破房，有岩浆，不管，小子，出来。冒险去岩浆下面看一下，居然是个密道，下去。小子，发现你了。我错了，有本事别拿枪。不用就不用，我用珍珠瞬移过去。他还真没用枪，我这就开我新买的车跑路了。到了，下车。这个铁门不能按门铃，按了就去世了，所以这一定要破开门。清华不知道，他过来肯定会嗝屁的。挖了这，下面是个陷阱，前面就是密室了。这里也是陷阱重重，这地方过的时候也要小心，不然会掉下去。在这就安全了，玩一会我的世界。前面那有个房子，他小子应该在里面，我得过去看看。我去，扔过了。等一下，这怎么有人？哪里来的牧羊人，影响我抓那小子？按一下。我有枪。可恶，这有个洞，下去。进来了，前面有个过道，是个钻石，抠下来。嗯，又是你，这次给你点颜色看看。Later。后面是个密道，挖了进去。